我呢，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位魔术达人。哦，对，魔术达人呢，就顾名思义，肯定是魔术方面应该是很有这个造诣的。那当然，对吧？嗯，这个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美女董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可真是没少看你的魔术表演。我从来没有变过魔术啊。喂，两年的春晚，我们可真是看到你和刘谦在一块表演魔术来着，有这事儿吧？那只是我站在他身边而已啊。好，我要上春晚，你的这个新的栏目上面，我也看到你跟周杰伦也是表演魔术啊。也是站在他身边啊，所以今天你来演，我站在你身边。不，俗话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怎么着也学会一招半式吧？嗯，你要说一点儿都没学会。一点儿都没看明白，那是假话。这样吧，我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试一试变一个魔术。那也不叫魔术，因为这是永斌临时动议啊，我们什么道具都没有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伸出你们的双手，但是手心向外。对了，做得非常好，手心向外。然后呢，将两手交叉，交叉，食指紧紧相扣。来，我们尝试翻过来。哎，不是，是大拇指朝上翻过来。你再来一遍，我就不信。再来一遍，来，手心向外，向外，食指紧紧的扣在一起。对，食指紧紧的扣在一起，请你把你的手抬高一点，一定要紧紧的扣在一起，这样做起来才会方便。对，然后准备好，翻过来。所以我说这个，哎呀，只能算是雕虫小技，大家娱乐一下而已。嗯，但是我接下来，那可就是真功夫了。耶，我要大变活人。此刻我已经把谭晶变到了450米广州塔的顶端。现在谭晶已经在那个上面了。少来，不信吗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谭晶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我现在已经正在准备。哇！我们借助高科技的力量，一起来感受这个站在广州新高度的声音。这首歌是来自《狂雪》里面的主题歌。爱让我站在这里，一起来欣赏。有多难，离相遇有多远，你不在我身边 My love， 论剑与迷人眼，心怎么这么难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的爱指尖，忽为幽灵拨动心弦，我找遍你走过的街，我孩子样疯狂的眼，抵不过你一句告别，我爱过不要你写，要忘记有多难，离相遇有多远，爱让我在这里等你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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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等你，我在云雾之巅等梦与你相连。爱让我走多远重现，爱让我站在这里等最好的一幕出现。欢呼和掌声，对，他一定听得到。来，大家再一次给热烈的掌声，让谭晶听到吧。哇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。哎，我想这位来宾的到来也一定会引发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最热情的掌声。他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体坛炙手可热的一位人物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超级丹林丹。欢迎林丹。你好林丹。林丹可以说也是我们的广州女婿哈，这都是你的亲人，来跟亲人打招呼。Hello 大家好。你没有学一两句广东话呀？对啊，会吗？我会，我怕说的不好。没关系，刚才我都已经抛砖了，就等你这块玉呢。大家好。挺好挺好，听起来非常的亲切。林丹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自己运动生涯当中的大满贯。我们说从奥运会到世锦赛到世界杯到苏迪曼杯到汤姆斯杯到亚运会，自己觉得很满足吗？当然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因为和所有人的努力，让林丹实现了在这么难得机会在广州亚运会实现了自己的大的满贯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还没有结束，我希望自己还有更好的将来。对，哎，林丹，我们也期待。广州可以说是你的福地哈，不光是在这实现了自己的大满贯，获得了这个亚运的这个金牌，而且在这收获了美满的爱情。对，其实今天我们都知道林丹的另一半谢杏芳也在我们的现场。哈哈。林丹，你能找到他吗？在茫茫人海当中，你能凭你的直觉感受到那双眼睛的目光在哪里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，对。看到了。对，因为我前面跟他坐在一起嘛。哦。因为他知道他坐在哪儿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都知道，谭晶和这个林丹呢，不光是好朋友，他们还有这个很特别的关系。来，你们俩介绍一下。林丹。是我的战友，每次看到他比赛获得冠军的时候进的那样一个军礼，我都非常的激动。在奥运会的时候我还亲自到现场为他打气加油，真的我觉得他为我们军人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，让我们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。
好，那林丹呢是谭晶的好朋友，今天谭晶在这儿开一个演唱会，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？我其实刚才来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把我安排到那个楼下的休息室。是。那我觉得因为是第一次来到现场听谭晶这个现场的演唱，所以我一定要到上面来听，我觉得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演唱能够非常的顺利。谢谢林丹，谢谢。有什么新年的愿望？新的一年，其实2011年已经是伦敦奥运会的倒计时了。对于我来讲，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，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到伦敦奥运会。感谢所有支持林丹的人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也期待着林丹能够在2012伦敦奥运会上有更好的成绩。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，谭晶也可以选择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战友，送给你的观众，送给所有热爱你的朋友。是，有这样一首歌我非常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所有人的心声。希望我们大家都拥有一份非常美好的爱情，也希望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快乐。谢谢，歌名叫爱你一万年。好，谢谢林丹，谢谢。我们大家一起唱好吗？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。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极限，也没有缺陷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一起来好吗？爱你一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天。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
今夜星空灿烂，这个星空属于广州，属于亚运，属于中国，属于世界。在这个星空下，有你，有我，有我们每一个中国志愿者，是我们的心组成了这个星空，让亚运灿烂，让我们自己灿烂，让中国灿烂。有爱就能灿烂，有爱就能永远。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，把中国志愿精神发扬光大，把感动留给世界，把爱写在这灿烂的星空。让我们共同来祝福我们的亲人幸福平安，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，祖国万岁。
起和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再一次唱响志愿者歌曲，一起来更精彩。庆祝，没错，我们今天相约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我们约到的有志愿者的代表，也有他们的家属，也有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志愿者工作的所有的人们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，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谢谢大家为亚运和亚残运会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奉献，谢谢。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很快就要过去了，
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，我们年轻的志愿者将茁壮成长。我相信，因为有了志愿者的经历，因为有了志愿者的磨练，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，这一切也将成为他们克服困难、追求卓越的无穷的动力。没错，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快乐无限。让我们将快乐志愿进行到底，朋友们，再见。再见。